卖这种车的人对行情说实话都比较懂，低楼也买不住，高楼说实话也不好卖。导演花不了，还让路费来。哎呀，你咋这么完蛋呢？第一次是衣服装，哎，我就不考虑了。车是看着还可以，铁皮件儿，咱后头应该能抛光，能抛掉。你如果合适的话，还有一个跟我同年份一样，也想买的，前两天可能前面碰了一下，碰了一下，说那差距都大了，这车。他不能碰，这车原漆给一侧不漆，他锁好多件。周末哥，我查查记录，没问题的话，我让他给你写合同嘛。那就先打暂时。啊，中啊，先打三十，差价41。Nice。